太極拳是武備之外的技擊，即係以我嘅技巧擊倒敵人，保衛自己而被研究。優越嘅拳術，黑字係空手殺人術。相傳太極拳係元末明初嘅張三豐所創，但係另外一個講法係根據近代武術考據，太極拳係明末清初戰將。 河南温縣陳家溝人陳王儀所創，太極拳係注重武德修養，以盤架為體，推手為用，柔中有剛嘅內家拳。剛極係以陽氣促形，不集中氣力於筋肉及關節，突然間爆發而出。柔嘅技巧係承受敵人嘅攻擊，以靜制動。 四两拨千斤，借敌人之力以置敌于败。好啦，等我做翻件好事，俾你全家大团圆啦！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。 利用機會。 Come on!
发生咩事啊？我又晕过啦！啊，打住人！会成日都晕嘅。啊，师傅，你点啊？师傅，你醒下啦！